病患坚持自费美容针，急诊室医师机智劝退。撕裂伤，我被美容针，外科诊所的有啊，你这大病个公布，我就看一看那个伤口，这个是美容针嘛，也没有。我就说阿姨，乌来万家无学弟瞪大眼睛，跟他说对面伤口还不是六个零缝的，缝一缝。大伯公，我煮回啊偌济，我送你。十个零，就给他十个零吗？这六个零，就哪六个零？今晚十点，金科生物纤维面膜小明星大跟班。我们在五十二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，但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。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个 APP 好贴心，中天的新闻直播和节目全都在里面，让你一次满足。